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56935小小鱼，今天给大家录制一首非常好听的一个神曲，名字就叫《一抓一蹦哒》，希望大家能够喜欢。喜欢的朋友呢，可以点赞、转发、评论，也是我们家花哥非常喜欢的一首歌，把这首歌送给大家。什么六条腿儿，一抓一蹦哒，一天到晚田野里祸害庄稼，为啥不抓他呀？一抓一蹦哒，可能你也猜到了，他就是蚂蚱。什么四条腿儿，一抓一蹦哒，他是人类的好朋友，保护庄稼，为啥要抓他呀？一抓一蹦哒，可能你也猜到了，他就是青蛙。想吃天鹅肉，一抓一蹦哒，可能你也猜到了，他就是花哥。什么没有腿儿，一抓一蹦哒，每个人的心里面都想得到他，为啥不抓他呀？一抓一蹦哒，可能你也猜到了，那就是爱情呀。喜欢的朋友可以点赞、转发、评论。